10月28日，唐嫣和罗晋在微博上晒出结婚证和婚纱照，宣布婚讯。知情人士透露，唐嫣的伴娘阵容分别是吕一、陈雨琪、徐百慧、郭晓婷四位。10月28日9点09分，罗晋发微博配文：新郎是我，唐嫣配文：新娘是我，承认步入婚姻殿堂。据悉，两人先后合作过《乱世佳人》、《X 女特工》、《克拉恋人》、《锦绣未央》、《归来去》五部作品。2016年12月6日，唐嫣33岁生日时，罗晋在12点6分微博发出与唐嫣的童年 PS 照，甜蜜告白：我的肩膀永远是你的依靠，亲爱的你，生日快乐，并圈出唐嫣比心。而唐嫣随后也转发微博回应：原来是你，正是热爱。唐嫣罗晋婚礼伴娘是谁曾引起众多猜测，之前曾有网友猜测唐嫣闺蜜刘亦菲可能作为伴娘，但28日刘亦菲转发唐嫣公布婚讯的微博称：最亲爱的唐唐，祝你们幸福，甜蜜，分享每时每刻的喜悦。虽然无法去现场见证很遗憾，但能感受到照片里温馨和幸福的气氛。意外透露刘亦菲无法亲赴唐嫣婚礼现场，又知情人士透露唐嫣婚礼的伴娘其实是吕一、陈玉琪、徐百慧、郭晓婷四位，他们均已到达维也纳，即将见证唐嫣幸福出嫁。其中吕一是唐嫣闺蜜，与唐嫣合作过电视剧《X 女特工》、《轩辕剑之天之痕》、《时间》都知道。陈玉琪是唐嫣旗下艺人，与唐嫣合作过《锦绣未央》。徐百慧是唐嫣中戏同班同学，郭晓婷则与唐嫣合作过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三》。